Master Wong, welcome to Harvard.感谢我们这一次的team跟我们几位老师入到达现场，我来自台湾，是台湾的舞狮协会的总干事，那我从小就开始学这些东西，那对这里有相当的小小的研究，来利用今天这个时间来跟各位来共同来研究探讨我们所有狮子的种类。 那我想在整个台湾的狮子看起来有非常的多，包括我们有所谓的我们燕京图书馆外面的石狮子，还有我们除了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狮子，唯一的北京狮是属于北狮。 因为它的形状很像一只那个哈巴狗，所以又称为北京狮子狗。它整身穿着毛茸茸的黄金衣服，会做跷跷板跟细球。大致上是一公一母，眼珠到一段时间会生出一只小狮子。好，那如果以地域来划分南北狮，长江来做划分，长江以北称为北狮。 长江以南称为南狮，还有所谓的台湾常见的狮子，叫做闽南狮一种。啊，这是台湾比较常见的狮子。当然还有很多种狮子，包括所谓的大龙洞狮、保安狮，它的形状就是在台北大龙洞，也就是艋舺地区所舞的狮子，叫做保安狮。 这是台湾另外北部的一种狮子。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两广醒狮，也简称为醒狮。好，那这个醒狮因为起源于两广，它的源流是从民国17年，那么之前我们这被称为岁狮。民国17年发生武山济南惨案，中国被称为岁狮。 那因为广东话“祥瑞”的“瑞”跟“睡觉”的“睡”几乎是同音，加上唤起民主的意识，所以称为醒狮。好，那因为时间也不是非常多，我就比较用快的速度来讲解我们这个台湾狮子的一个简单的动作。那台湾狮它再怎么样的表演，它不是一个倒八字形。 他再怎么表演都是一个倒八字形，他不管怎样踩都是一个倒八字形，都是一个。但是广东狮就不一样。好，那台湾狮它的鼓声也比较单调，也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 就比较不一样，它也就是要靠边鼓的声音，它可以透过边鼓来变成不一样的震撼花俏的鼓声。好，那么狮子它的眼珠也跟 台湾狮不一样，好，那这个狮子来讲，它是属于活褐双形狮，活褐三狮跟褐三狮的结合体，两种狮子的结合体。那因为现在都已经稍微变了，不像传统的活三狮，它是起源于香港、广州、澳门附近。 他舞的狮子，因为有一个黄飞鸿非常出名，所以他叫做活山狮。好，因为我们在演出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
醒狮虽然它头上有一只脚，但是不能够用脚拿起来，要特别注意，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好，那因为它的造型比较华丽，它有五个颜色来代表它演出的意义跟它动作。红色狮子代表关公，好，黑色墨绿色系列代表张辉，好，有一个背着阿斗的叫做长山赵子龙，是蓝色狮子。黄色狮子早期有人把它称为是所谓的刘备狮，但因为有一个愿挨愿打的黄忠，所以黄忠才是黄色狮。好，那醒狮跟台湾狮台湾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它要靠着这个垫海绵垫来支撑你的脖子跟所谓的功夫里面的卸力，你才不用一直拿着这两根棍子。好，那简单的说，你如果靠这个的话，你在表演起来，因为我们之前可能我来波士顿这么多年，也到过民间的一些表演，也看过很多个表演，因为他把其中的一样当作是全部的表演方式，也就是都拿着这两根，习惯都是这样子而已，这个跑式而已，甚至退后，你就以为其实那是基本的一个跑式之一，真正是下来就是这样子，中间有一个拉的。可以靠住的，甚至有些人都已经绑好在旁边来做点滴的。那醒狮来讲，基本上你要维持这一只狮子的动作要活。好，那他表演的原地的动作，也就是无外乎点醒，两边都可以。还有所谓的三角形，好，你再来就是四方形，不管哪一边都可以。好，这是我们基本上醒狮的一个简单动作，也就是说你要舞好这次狮子，一定要把这基本的动作先学好。What? Yeah. Go. Tail. Go on the 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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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所谓的三块五。好，我们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让人家很清楚的看到表演者的脸。最重要一点也要注意，不能够嘴巴一直张开。这样才比较含蓄，比较真正的狮子。好，也就是说你在做三拜礼的动作，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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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能够做转身，不管你是，OK。好，那再来第四个部分，你不管你是双手，那我们在演出的时候，你只要记住，它是一个 7-11 两个 7-11 加起来的。都是用四角圆形三角来去看，然后随时要掌握你的这两根拉的，啊，它随时都是掌握，这是广东狮，不管你在转动。This is a Cantonese style. Either they are going to going to the left or right or circle, make a circle over the square. 它的动作不外乎。跑狮来到圆形了哈，左右晃动，来跟着走。来，看到
跑狮低下来的动作。 OK OK 好，再来就是所谓的低狮的动作。 I'll be good. All right. Kevin, do something. Shoot!
也就是说，意思是，你不是光靠。Okay, let's welcome the ladie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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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形状先画出来，在地上做你的套路的安排。因为一个很好的默契的狮头狮尾要上棉花妆，它的培养最少要两年以上。好，那因为我们一般有所谓的跳棉花妆，好，那棉花妆它的表演动作几乎是后面狮尾要比较壮，前面的要稍微瘦小一点，这样才好抓。He's trying to say that for the teamwork, the front, the person had to be that very thin, very short, the team, but in the back had to be very strong, so they can hold it when they are going to jump up to the top, you know, when you see the pole. 那在演出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不能够直接拉起来，而要叫他先跳跳高跳一次。When he is holding your, you know, hands, you have to jump. Okay, okay, righ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好，一二三，走。
common mistakes you see people with the southern line? 他们对南方是有看到有什么样的错误，就是很多人表演最多的错误就是对南方是来讲。好，一般来讲，那么因为台湾比较常参加国际性的活动，包括两次的。 比较正式，也就是亚洲室内运动会有舞狮、蓝狮的比赛，所以他的知性可能比我们这边来得好，就比较来得多。知性跟知性就是看的跟了解的动作会比较多，这边就比较少。好，那最重要我就用动作。那么我们在这边看到的舞狮，几乎从头到尾，你今年看。 也是这样子，明年看我八年前看到的，跟现在我在看到国庆看到的时候，几乎都一样。最重要就是你们常常把这个动作当做是唯一的一个动作，就是用它那个。Because everybody think that they believe that only one form is what he's doing right now. 他不懂得要下来，低势的动作 ，lower your body. 他永远都是这样子。 了解吧，但是比较我常看到的，几乎都是这样子，那就没有办法将男士他的细腻的动作，比如说我要吃东西，好，就像我们这些细腻的动作完全做不出来。It's more in detail, like this one is more in detail. Lower your body and move forward. So the barber is disappeared. Okay, 那如果是喝，打开喝的时候。If you open your mouth and drinking the water. 那就喝完以后。If you finish that drinking. 跟明天的套路要不一定一样，那演出的时间、地点都有不一样。我要不要五分钟跟三分钟跟十分钟一定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设计那个套路。套路出来，你就可以去玩。我端午节我就是吃霸菜，划龙舟，你都可以去设计这样的一个桥段。也就是说，你桥段的掌握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在演出的时候要跟以前不一样，我在跳跳挥过很多的地方，有些人是直接定下来。
懂懂懂，他没有办法将这个眼神，懂懂，哎呀，我怎么跳过来，怎么走过来的？因为这是断眼，这是危险的东西，你跳过来就摔下去，所以你到的时候你要回头，我怎么可以跳过来？要把那个神情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要将醒狮的喜怒哀乐、一甜动静，把它展现出来。 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演出的时候，经过商家或者是对面有所谓的不一样派别的师队，交会一定要习武，也就是烟鼓而走。经过的时候，比如说经过商家的时候，或者是师兄弟，甚至不一样的师兄弟。 不管怎样，礼貌都是要小声的，过去才能够在打你的大声。就像台湾有很多流行的，人家往生了，他也在表演跳梅花桩，甚至表演醒狮。那表演好看的时候，商家很悲伤，但是表演的人跟看的人看得很高兴。那到底是高兴这个人往生的好，还是高兴？ 他表演的好，没有办法分清楚，所以场面要特别去注意一下。好，就重要就是说，我们这边的男师可能比较传统，因为都承接于所谓的广东那边过来的，所以他的知识都是一代传一代。那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少去接触，也大部分都是看网络或者是影片来学一些东西，但有时候学到的东西不是非常的正统，那。 做起来，你以为这么简单，其实它都是有固定的套路，在指引，然后自己做教学的动作。好，那顺便再讲一个小小的动作，就是说，我们在拿鼓棒的时候，可能要 take it and you know using the drumstick。 最重要是有一点，我们常常在，除非你是左撇子，不然的话，你在挑选鼓棒，一定要一根轻的，一根重的。 轻的要拿在你长打的那一只手，重的是重力加速度，它的不一样的。所以说你两根如果有一轻一重，打起来会更加顺手，而且不要像外面的有很多人打鼓都是这样子。而且这个的方式虽然 OK， 但是要记住，广东师的鼓绝对不能够这样平放在所谓的地上，不然的话这个鼓很快就塞烂了，会软掉。 哎，那声音没有好，那在里面这个叫做鼓胆，这个弹簧我们把它称为鼓胆，它是音量的发动的音律，所以说你一定要这样子，要有声音出来，所以你看到台湾的都一定会有一个架子，斜边的，你再打起来才不会掉手，它的声音会不一样，好。